惩罚表演正式开始。好，首先呢，就让我们隆重的介绍今天四位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啊，也是带领各位可以继续看表演的帅气的灵魂人物。让我们欢迎四位帅气的主持人出场。好，那就先从我自我介绍开始。我是颜值担当，一中三十九届文书施威玉。哦，我是一中三十九届活动最白的吴又谦。我是一中三十九届活动吴家伟最瘦的那一个。我是一中三十九届教学廖任脸最不像 Pick 的那个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开场吧。什么名字？那个你说那个 Pick 脸吗？应该不是啊，我觉得那个拍影片上班那个感觉比较帅一点呢、欸。不是吧？没有吧？你们说上班族比较帅吗？有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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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，完
绝对不可能是你，而且他长那么帅，听说他还没有女朋友哎，哦，真是非常夸张啊，哦，什么鬼？可是我们这届一中三十九届，听说好像有一个很会织妹、很会把妹那个，很会把妹那个吗？对啊，你要不要去？哎，不然给你猜，你是不是不知道？我给你猜。好，我猜猜，我猜猜。哎，我猜猜，最知的吗？应该是你吧？我吗？不是我妈、啊，不要乱 Q 我妈啦，你逻辑去推好不好？好，逻辑一点。等一下，知的话吗？知，我知道，肉知最多是吴家伟啦。哦，吴家伟，哎，你很聪明哎，他不是这个方向，你用名字，我提示用名字去推，名字。你吗？哦，不是，就说不是我妈了。你一直 Q 她，真的是很烦哎、欸。哦，我再推一次给你看，你看陈耀君，不是嘛？廖尔任，不是嘛？吴又谦，很帅嘛？没有。你看石维玉，石维玉，就这么简单啊？原来这么简单啊！哦，对，听你这么一说，哦，我上次跟他走路，我这样走到一半。然后突然停下来，他就说，我要去回学姐讯息了。Oh my god！ 我那时候看到有个傻眼。哦，这我跟你讲，这还不是最浮夸。上次还在公车站，还去搭讪老奶奶。Oh my god！ 老奶奶搭讪，太夸张了吧？可你这边大家听起来都感觉很坏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高中还交不到女朋友吗？为什么石维玉在交不到女朋友？我想一想哦。有人要猜一下吗？台下也可以猜。有人要猜吗？好，没有要猜，没关系，那你猜好了。好，我猜。应该是他的胡子吧？哦，对，哦，你真的很聪明，对，就是他胡子。你知道，每次他跟女生讲话，他都要把胡子遮住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我以为他要开 B-box， 一个，我就吓死了，真的很扯。对啊，哎，啊，他为什么胡子好像刮一刮，然后就隔天又长出来了？我猜应该是。更年期吧，更年期好像听说都会讲。不是啦，不是，是青春期啦。哦、青春期啊，在青春期还这样疯狂乱织眉，这样子很夸张哎。哦，真的很夸张。哎，你说在青春期疯狂乱织，你说织疯狂的青春？哎，让我欢迎一中明基三十九届石维玉、陈佑君带来的《致疯狂的青春》。